喜不喜欢我啥子话？那么就该去那个有点尊严了。哎呀，不要哦，太可怜了呀！哈哈哈哈哈。我是七十一岁，我是建议三十岁才能当个一看呢，他那哈儿眼睛好看，背，他就说可以。 你家人不，你住在大的胡同，他那个都住杂屋，学校的老师都辛苦在供，老了更爽。腌菜，一个儿子的话，他都要两个锅，他两个锅，我都腌得他碗都把饭弄得起，你也会节省个办法。对我的幸福，他是很。 两个也没打锤，也没锯好多架，反正都切个过。还有多严呐？把爷拉起来跳一曲，出来，来嘛，慢慢跳，慢慢跳，慢慢跳，哎。跳跳跳。